Computer. In the mobile first era, can I finally just carry around one device to fulfill my needs? Dave, with more needs come more devices. I'm sure you'll agree. Laptops are just good for work and tablets for play. That doesn't sound like the new era of computing I want. Couldn't we make tablets more productive? Your idea is extremely possible, Dave. The virtual keyboard is the most reliable input method ever made. And finding files on tablets is extremely easy. You're kidding me. Virtual keyboards suck and finding files is terrible. Take a stress pill, Dave. There's absolutely nothing wrong with the way things are now. Nah, I want the future. And my name's not Dave. I've never met an error before, Dave. None whatsoever. So have the utmost confidence that laptops need to be big, heavy, and power inefficient. What? There's gotta be a better way. Now, this is personal computing in the mobile first era. Computer, restart yourself. I'm sorry, Dave. I'm afraid I can't do that. I can feel it. I'm afraid. I'm low on battery. Dave. So, why do you still need a laptop?欢迎参加记者科技Remix超级平板的发布会，我是周哲Jeremy。那刚刚这个视频呢，给大家其实已经简单的介绍过我们的产品。这视频里面其实还带出了一个我们对未来的一个愿景。这个愿景是我们坚信移动的设备即将会代替个人电脑，但其实我们想的未来是更长远。我们觉得接下来除了手机、平板以外，会有很多的建筑设备。 从个人电脑开始，慢慢的会被移动设备所代替。那这个电影呢，其实是我们参加美国的一个叫 CES 的电子展里面所制作的一个小视频。这小视频呢，我们是基于美国文化里面的有两部很经典的电影。不知道在座看完了有谁知道这是哪两个电影？星球大战我听见了。还有另外一个叫什么？不错，在座有。 很不错的这个电影，另外一部电影呢，有很多人不知道的，叫《2001太空漫游》，这是一个美国的经典电影，1968年出来的电影。我们用了这个电影里面呢，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元素，就是那个红色的机器人的那个眼睛，就是这个电影里面人工智能很强的一个机器人。那这一幕呢，很多美国人都知道。 但其实有另外一幕，很多人不知道，包括美国人其实也不一定知道的是，在1968年的这个电影里面，曾经出现过一个电子产品和今天大家手上很多可能拿的产品非常类似。这是电影里面的一个情节，这个男演员正在吃饭，桌子上面放了个东西，大家能看出来是什么东西？这跟你现在吃饭的时候看电影的那个很像啊，平板电脑。 这是这个世界上最早出现平板电脑的地方，很多人都以为平板电脑是苹果公司发明的，或者是乔布斯发明的。我想说，在1968年的时候，乔布斯才刚刚小学毕业。所以，我们想借助这个电影呢，制作我们那个视频，其实也是希望我们去参加美国的 CES 电子展的时候，能给大家看见我们对未来的这个愿景。 就是移动设备即将代替PC这个电影。
那我简单介绍一下 CES。CES 电子展呢，其实是一个在消费电子类产品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电子展。每年的一月份在美国拉斯维加斯举办，是全球最大的一个电子展。今年这个电子展呢，有很多数字其实都是打破了历史的记录的。今年有3600家公司，然后这里面呢，有差不多1/4的公司是来自中国，这个是历届最夸张的。就本来是一个美国的电子展，中国占据全球人口只有1/5，去参展居然有1/4。我们当时去参展，其实也不知道有这么多公司，中国的公司去参展，也没有为这个做了太多的准备。说实话，当时参展有17万人去参展，然后呢，来了很多国际媒体，有1000个媒体。那我们真的是没有准备，也没有想，因为有这么多的公司，中国公司去，我们觉得我们会淹没在这个茫茫大海里。但是去参加完了以后，我们真的是完全没想到，我们这个产品在会场里面有很多的国外媒体主动找上门来报道我们。我们当时举办了一个小型的媒体发布会，邀请了很多媒体，本来都没说要来，本来还想准备一个小房间，10来个桌子就够了，结果来了30多家媒体，每家媒体都对我们这产品进入了很深度的访谈。然后 CES 结束 ，CES 开始以后大概3天吧，我们在媒体上，互联网上的媒体的报道已经有超过120篇的报道。然后 CES 结束了以后，我们在谷歌的新闻搜索里面，居然能搜出来40000多条就是独立的网站的报道。这些都是我们当时完全没想到的，而且这里面真的是帮我们省去了很多我们一直在担心的问题，就是我们这产品上线了以后，上搜索引擎搜怕搜不着。结果 CES 完了以后，去谷歌搜，去百度搜，基本上我们现在很多的网页都是在报道我们产品。甚至我们上面看了，谷歌上面前20页基本上全都是关于我们这产品的报道。那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当时去参展的这个一些图片啊。我们确实当时只派了4个工作人员过去，4个同事，而且心想啊，4个人可能都有点多了，就担心就没几个人会过来看。结果反应非常好，4个人完全不够，我们觉得明天我们可能要派8个人过去才能应付得了。那这很多媒体报道呢，其实我们到今天啊，我们的 PR 团队是小小的 PR 团队，都还没来得及去1个1个的去把它全摘录出来。那给大家看一下有几个，其实我们当时一看，一开始以为都是美国的一些媒体，有一些一看发现不是英语，后来看了半天才发现这个不是英语，有同事给我说这是荷兰语。那有很多的媒体的报道基本上都是在世界各地，我们到今天说实话还没有能力把它一收集，然后看一下内容说什么。我们基本上只有能力把一些大的然后是英语的媒体呢做了一些采纳。然后我在这给大家看几个媒体对我们的评价。这家是一家叫 Extreme Tech， 他说我们的操作系统 Mimix OS 超越了安卓，这个很靠谱。另外一家Lily Pudding 是一家很多电子产品的评测，他说是软件让 Remix 平板变得如此与众不同。这家公司能理解我们的这个软件，这个 Mashable 更能理解我们看见这个未来是 Remix 平板可以取代你的笔记本。当我们看见这句话以后，我们开始觉得国外的很多的媒体确实已经非常的知道，非常了解我们所看见的这个未来。甚至这一家媒体 PC World， 他说 Remix OS 终于能做到 Windows 做不到的 PC 和移动混合的系统。这个报道让我们最感动，因为 PC World 是一家很多年的媒体，主要的报道是报道个人电脑，连他们都能看见我们看见这个未来，就是我们能把移动和 PC 年代的东西融合在一起。那很多人看完这个产品以后，看完报道都会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就是你们做了平板，这平板到底跟别的产品有什么不一样？那我一般回答这个问题很简单，第一句我说我们做的不是个平板，不好意思，我们做的是一个大平板。
那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带宽大到什么程度呢，它是一个 11.6 寸跟笔记本可以匹配的一个平板，给大家看几张我们的照片。那我们做了一个其实更重要的事情，就是一个平板除了大，我们觉得我们需要给它提供一个键盘。这个键盘不是一个普通的蓝牙键盘，这个是一个为这个平板的量身定制的一个键盘。插上这个键盘以后，我们就觉得移动可以作为一个办公的工具，可以作为一个干正经活的工具。那与其给大家说这么多我们产品呢，还不如我直接拿一个我们产品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演示。那当你要放桌面上的时候，其实我们这最重要就是给它设计一个支架啊，可以放。我们觉得没理由你要为了这个东西再去做一个外置的一个支架。那还有两个角度，希望是在不同的场合下啊，根据你的需求。那接下来我让同事给我一个键盘。这个是一个全键盘。什么叫全键盘？也就是说这个键盘的大小和你的笔记本电脑甚至你台式机是一样的大小。我们觉得这种键盘才能给大家带来这个有效的生产力的键盘，而且是一个通过磁力可以吸附上去的键盘，所以不需要对准，基本上放进的时候它就这样吸上去。然后吸上去以后呢，大家可以打字，对吗？然后这上面呢还有一个是鼠标的触摸板。那有很多人可能对于鼠标的触摸板不太会用，所以我们这设备呢对于鼠标外置鼠标的支持其实也是非常好的。如果拿一个蓝牙的鼠标或者是一个传统的带线的一个鼠标都能插到这个设备上面去。那其实一说到笔记本，一说到办公，很多人经常会面对的一个电子的设备就 U 盘，对吧？虽然这个年代已经到了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很多时候最方便最简单还是手头拿着一个 U 盘可以把数据传来传去，但这个也是可能现在面对平板最大的问题，拿着一个这个 U 盘，拿着一个平板没法传数据。所以为了这个事情，其实我们做了很多的工作。最简单的是先把硬件这方面的工作做好，就是能插进去。但插进去以后其实还有大量的工作，就是软件方面，待会我也给大家会演示一下。那下一个比较重要的话题呢就是电源。我们为这设备呢做了一个充电头，这个充电头是吸附式的，也是通过磁铁呢可以吸上去。那这个好处呢，相信很多用过这个苹果笔记本的人都知道，就是万一有人踩到或者绊倒，他不会把你整个设备都拖到地上去。那除了这个电源以外呢，经常有一个大家会面临的问题，带着笔记本出门，然后快没电了，然后啊，实在没办法，没有这个充电头在身上，没有充电。因为既然是一个移动设备呢，我们设计这个产品的时候已经想好，就是万一你没带你这个充电器，你也可以借你朋友的安卓手机的充电器给这个设备充电。虽然是一个安卓手机的充电器，但是呢一样的可以插上去充电，原理是一样，只不过呢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手机的充电器，它充电的电流比较小，也就是说你充电的时间会比较长所以如果你需要两三个小时的话，这个原生的充电器两三小时能充满，这个呢要充过大概5-6个小时左右。那最后一个跟电源有关的，就是我们一直都觉得很奇怪，就是说当大家背一个电脑或者平板这么大的一个东西，它里面其实是有一个特别大的电池，为什么不能让它作为你手机的充电宝？其实移动设备是可以插上去了以后呢给你的手机充电的，也就是说你以后不需要再带着这么多的东西在身上，只要你这个东西是充满了电，它其实就是你手机的一个充电宝。好，
那说了这么多是这个产品的硬件方面的一些功能，很多人看完了还是会有一样的疑问，就是好，你们做了一个大平板，然后是加了个键盘，那我也能去市面上买一个平板，再买一个蓝牙的键盘，那跟这有什么不一样？那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才真正到了我要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做的不是个大平板加键盘，我们做的是一个笔记本，可以使用所有的移动的 apps， 移动的应用。这个才是今天我们整个事情的核心的概念，就是我们觉得未来的笔记本应该是可以跑现在世界上这么多这么丰富内容的这些应用的 apps。其实每年现在在世界上产生的这些软件应用的这些公司都是在不断的花时间花很多心思去做这么多的 apps， 但是这些 apps 为什么做了以后只能在你手机上面跑，甚至很多在你平板上面都跑不了？我们看见未来很简单，这些 apps 特别的好，其实你已经不在乎在你手机还在哪，只要你能用，对吗？只要你能打开微信，你也不管它是在什么平台。那在笔记本这个平台上面，可能很多人都会有疑虑，因为大家一看见笔记本呢，都会想到一个很关键的字 ，Windows， 对吧？所有人想到笔记本就等于 Windows。这个事情在十年前，我相信很多人都会觉得对，因为当时确实除了 Windows， 你可能找不到别的。但过去这几年呢，因为苹果公司的 iPhone 的成功，还有一些选择是出来的，可能在座也有很多人用过这个东西，叫 macOS， 对吗？有时候用过这个苹果的笔记本就没有，我看在座不少，对吧？其实这个东西我觉得就等于大家看到一个很简单的事情，笔记本电脑不一定是跑 Windows， macOS 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操作系统，但是我们看到一个更远的未来，我们觉得未来的电脑的操作系统可以是基于安卓，可以。那这个它是今天最重要的核心，就是安卓这个操作系统到了今天已经经历了7年的时间，我们觉得它已经很成熟，成熟到一定程度，我们觉得通过我们团队的努力，有可能能把安卓这个软件的操作系统把它整体的体验做得跟你今天 PC 上面的体验是一模一样。所以我们针对这个东西呢，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把安卓做了很多大量的改动，这些改动是非常非常的深度的，这些改动很多时候是挖到安卓非常底层的东西，但是因为我们挖得很深，我们觉得我们团队有能力把安卓这个系统改得基本上让大家看上去用上去都没觉得它是个移动的系统，都觉得它已经是一个电脑的操作系统。那我们知道这操作系统叫 Remix OS，这个是我们公司，这个是我们公司最核心最核心的产品。其实刚才给大家演示的这个外观啊功能，其实我觉得都不是最重要的。我们公司70%以上的技术人员都是不断的努力在把这个操作系统去做好，也是因为这个操作系统让我们和市面上的这些平板不一样。所以再有人问我们，你们这平板到底跟市面上平板有什么不一样？我答案是，请不要拿着外观去跟我们比较，因为从这个硬件的层面，从外观的层面，你是没法看见我们这个产品和市面上这各种各样的平板到底有什么不一样。而且也不要只看这个 UI 和这个界面，对吗？因为有很多平板它是改了一些图标啊，改了一些桌面，改了一些主题，改的很多东西都是表面的东西，我们改的很多东西其实很深入的，但是呢，这个东西很难给大家去解释清楚啊，因为一到软件的东西看不见摸不着，很抽象，对吧？所以呢，我是一个技术男，我可以给大家讲2-3个小时这个软件，但是呢，与其讲这个，我觉得还不如拿一些大家平常遇到的一些痛点，软件上面的痛点给大家讲一下，到底我们的系统有什么。那第一个想给大家演示的是一个叫复制粘贴，这我觉得有可能是大家用电脑的时候其实用的最多的一个功能。
这个也是我们觉得在现在手机和平板上面做的最不好的地方。很多每天都做，可能觉得没什么不方便，但是我在这给大家一步一步展示一下。在一个移动设备上面，在你的手机上面，当你要复制粘贴某一段，你得长按，对吧？等个零点几秒到一秒，等那两个东西出来，然后这两个东西出来了以后呢，你还得把它拉来拉去，选完了以后再复制，对吧？然后这个时候呢，会出现一个其实挺头疼的事情，就是你要粘贴到哪？很多人就是点一个home键去桌面扫翻页，找到你的应用，再把它打开，对吗？然后再进行长按。那这个东西可能每天都做了，大家开始习惯了，觉得也就那样。这整整花了8步啊，整整花了8步。那我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的平板上面是怎么做的事情。这是一个鼠标操作的界面。当你在一个网页上面看到东西，直接一选，直接就可以复制，而且直接就可以点某个应用打开，然后直接就可以粘贴。这些东西看起来没什么特别，对吗？因为你在 PC 上面已经习惯了，但在平板、在移动设备上面，其实还没有人去尝试。那这个东西呢，复制粘贴有很多人做了很多的，在座有谁知道什么叫 Ctrl+C、Ctrl+V 的吗？可能我反过来问，谁不知道是吧？这个爱用键盘的人呢，你的福音来了。在我们这个系统上面，为了这个，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才是你用电脑最快捷、最方便的方法。我们对于这些操作都做了很多的优化，所以接下来这个演示有点难，因为它很快。我得看看，就是这个是一个我们邮件的界面，然后开始放。这个时候它按 Alt Tab 跳过来了，然后呢用 Shift 下键，然后选择 Ctrl+C 再 Alt Tab 再回去。所以我发现我讲的好像都没有它快，所以键盘确实是一个很好的东西。我们觉得这个里面不单单是说我们做了键盘，而是我们把键盘和系统本身的配合把它做到像 PC 的体验。那说到邮件呢，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话题，就是很多人都说啊，我需要一台电脑，因为我要办公。其实说句实话，到了今天，你的办公可能90%都围绕着邮件，对吧？邮件其实就等于你的办公。所以对于邮件呢，我们也是做了很多的工作。这里面其中给大家演示一个经常看见，就是说当你在写邮件的时候，你往往会想啊，这邮件写到一半，我想起可能要给某个人的邮件找回来，对吗？找一些东西才能继续写这邮件。那现在在平板和手机上面是极易痛苦的啊。那我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这个在邮件系统是怎么样去做的事情。首先写邮件的时候呢，我们不是一个大的一个窗口，是一个小窗口。然后当你在打字打了一半，可能觉得哎，有些东西想起某个邮件了，好，把它放小了。点到另外邮件去，找到你要的东西，再把它放回来。这个是一步完成。然后打字打得差不多，可能嫌这个小窗口有点太小了。这个时候因为你要集中精力，对吗？那可以把它放回来。这些东西呢，看上去没什么，都是大家在 PC 上面已经习惯的东西，但是在平板上面确实要花很多的精力才能做的。那这个呢是一个题外话，有点就是因为说到一些娱乐方面的东西的，就是大家如果平时看视频的时候，不管是手机或者平板，对吗？当你在看一视频，这个是一个普通的安卓的平板，看一视频快来高潮的时候，突然老板来个消息说，哎，你 PPT 做的怎么样？这时候打开 QQ 回老板说，哎呀，正在做呢。然后回完了以后发现你的视频可能已经缓冲到一半没了，那这个时候我就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在我们的系统上面是怎么做的事情。再看一个视频，对吗？突然来个 QQ， 哎，打开了，注意后面的视频还在进行，而且这个窗口是一个可移动的。对于这个窗口的操作，我们不断的还在优化，然后回完了，把它关掉了。但这个时候如果再来一个消息，我们会给系统提示一个小红点，让你说哎来了，然后你点开了又可以继续。而且大家能看见我们的输入法是针对这个系统做了优化，它弹出来的地方就跟你 PC 一样，是在那个输入框旁边。
那接下来其实是一个延续了刚才的一个小的演示，就是插上 U 盘以后，我想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系统会出来一个怎么样的结果。其实呢挺简单的，它就是本来该有的结果。什么意思？就是当你插上 U 盘以后，系统会跟你说插了 U 盘，然后呢直接就弹出来一个文件管理器，然后把你 U 盘里面的资料都给你展示。点进去了以后呢，你就可以开始编辑你的这个Office 的文件，对 Excel 的文件，而且因为是触控屏，可以放大缩小，然后让你保，你要保存的时候，你可以保存到你的平板上面，也可以保存到你的U 盘上面，这个你可以自己作为一个选择。好，那最后一个呢，其实在就是我们最核心最难的一个功能，刚才也其实大概给大家介绍过，就是我们是支持这个多窗口。不单单是多窗口，而且是同时进行。那这里我们拿了一个春节大家可能快要回家了要抢火车票的这个场景来给大家演示。这里面打开了三个这个卖火车票的应用，然后呢同时都可以进行操作，同时可以同时抢票。那这个同时的执行呢，我觉得这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给大家讲一下，就我们做这个多窗口，除了为了你可以同时做好几个操作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是，到了今天很多人都会说安卓的平板适配不行，因为有很多应用只给手机设计，不给平板设计。这个其实是我们其中一个回答的方法，就是我们叫这个东西其实叫手机模式，就你当你有多个手机的应用要用的时候，你可以通过一个小窗口把它最原始最好的用户体验的手机的体验同时的展示出来。在我们的这个会场的两边呢有一些体验区，待会大家如果有时间呢可以到那边去体验一下，我们的同事会给大家解释一下。而且这里面有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这些新的功能其实不断的会去更新，这个也是我们觉得做软件最理想的地方，就是当你拿回去一个这样的电子产品，一开始可能有很多问题，但是通过不断的升级，一天两天一周两周一个月两个月以后，你会发现哎，今天这个问题解决，那个问题解决。我们坚信在未来半年到一年以后，我们能把这个产品做到我们真正的觉得能代替 PC 的这个体验。那说完这软件以后呢，有一个发布会不可避免的话题，参数。很多的发布会都会把一大堆的参数给大家列出来，那今天我们也把参数全给列出来了，但是我想说我们不太想讲参数。为什么？第一个跟我个人有关系，我每次去参加发布会的时候会问一个问题，就是我真的对你参数很有兴趣，我为什么自己上你的官网去查呢？难道发布会现场会有参数讲得更好？那第二个其实比较重要，就是说参数这个东西有没有意义。你要讲参数一定是可比较的东西，这里我举一个例子给大家看一看，在座有谁当年 iPhone 5S 或者 iPad Air 出来的时候买过的产品的人？我看看，肯定不少的，看得不太清楚，但很多人举手。我想问一个，当年大家去买这个 iPhone 5S 的时候有问过或者知道这 iPhone 有多少内存吗？一 G 啊，一 G 对吧，不是两 G 不是四 G， 一 G 内存。我想问在座有谁说哎呀这 iPhone 只有一 G 内存算了不买？有。有吗？有。有啊，真有啊，但是很可能是少数，我自己还真没听过。这为什么呀？当世界上的这么多手机已经到三 G 甚至更大，iPhone 当时还维持在一 G， 然后还是这么多人买，为什么呢？其用户体验最后才是最重要的。那这个也是我们这个系统这个产品最重要的地方，我们觉得只要我们能把软件做好，能把系统做好，到底它什么配置你应该根本都不在乎，只要你拿回去打开能用体验很好，其他的一个普通的用户不断听到哎呀这个比较那个比较好用是最重要的。那所以呢今天我就不讲参数了，把省下来的时间呢我觉得有一些更有趣的事情可以给大家讲一下。这里面呢我想播一个视频，这个视频是我们去美国参加这个 CES 电子展的时候拍的视频，不是演员啊，也没有脱，这个纯粹拿这个手机拍的，可以给大家看看现场拍的一个小视频。
大家知道这个光头男到底怎么？光头男是我们的一个同事啊。大家知道他做了什么吗？大家想不想看看？这个演示。行。好，那我邀请我两个合伙人 Dan 和 David 上台帮忙我做这个演示啊。但在做这个演示之前。做这演示之前很重要，因为这个事情呢，我们已经咨询过律师了。律师说这个事情你可以做，但是呢，有个前提啊，先说一下，这个大家在家千万别做这事情，万一你伤害你的身体或者伤害了这个产品，我们不负责的，不要乱选啊。可能需要开一下这个屏幕，证明这不是假的。好，那好紧张，还真的是第一次在这台上做的。他这个设计不是真的给你站上去，要练过。刚才我们这光头男其实练了很多次啊。我昨天晚上他不断提醒我，他说：“今儿你一定要练，一定要练。”我今天没练几次啊，还好没出事。好，那说到这里呢，其实大家能看见这个产品是一个做得很好、很扎实的一个产品。嗯，要做一个这么好的产品，离不开还是需要在工艺和制造上面。花很多很多的精力，那与其给大家说很多很多关于工艺的东西呢，因为这个不是我的强项，还不如给大家看一个关于这个工艺的视频。
最重要我觉得是为了今天能感谢这些供应商和合作，没有你们的话，没有我们能做到今天这个产品，所以为这个我希望大家给我们供应商。今天真的是非常的荣幸，因为很多我们的供应商很从很遥远的地方，很多是从深圳广东那边赶到这边来，我们开这个发布会真的是很感谢他们不断的支持，接下来还有很远的路要走，我们一起要去走接下来这个路。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合作伙伴，也是陪伴我们走到今天，一步一步的把我们这个产品搭建出来，就是富康。富康这个从头到尾为我们从产品设计到工艺到生产，真的是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而且我们真的是很荣幸能得到富康集团的老大郭台铭郭老大从头到尾的支持。我们在整个生产工艺上面很多东西确实我们是刚开始，但是有他们支持，为什么合伙人 Ben 啊，有他们的帮助，我们这个是当时第一台从产线里面出来的产品啊，就跟他拍了张照片。那我们接下来还有很多的合作伙伴也是不断的要跟需要他们的合作。从软件方面，我们有几家的软件的公司跟我们做了一些深度的合作。第一家是豌豆荚啊，下载应用很重要，对吗？这个我们做了一个深度定制的一个应用商店，在我们平板上面。Office 永远是个最大的问题，我们预装的金山 WPS 的 Office。然后呢，我们也为了输入法这个东西，因为输入法其实就是办公最重要的一部分，我们跟谷歌做了这个很深度的合作，让我们这个体验输入法跟你 PC 是很类似。然后最后还有一个是视频的应用，是一个视频的搜索，叫太极，它现在有1000万的装机量，也是很好的一个视频的工具。那最后还有一个我们要感谢的公司，就是谷歌。我们三个创始人待会我会再介绍一下，我们三个创始人都是从谷歌出来，我们在谷歌待了很多年。我们在这要特别的感谢谷歌这家公司。第一个是没有这家公司把我们培养，也没有我们今天创立的故事，我们在谷歌的每一件事情每个成长都是他带出来，而且这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没有谷歌把安卓这个操作系统给开源给开放好，也没有我们今天这个项目，所以谷歌我们非常感谢。好，那接下来我想给大家说一个我们对未来的期望。讲了很多是我们做了什么，我们怎么样做好。未来的期望其实挺简单，我们觉得接下来这个世界上的电脑，这个世界上的操作系统都会越来越开放。我们今天站在这，我们是一家小的创业公司，但是我们有一个很大的梦想，我们觉得有一天安卓这个操作系统会代替电脑，甚至更多的电子产品。我们希望跟很多很多人合作，不管是大公司小公司，不管是厂家，不管是芯片公司，甚至很多软件公司，我们希望大家一起去把我们这个梦给完成。那这里呢，一定要介绍我们这个团队。我们团队基本上就是一群技术宅。我们团队基本上70-80%的人都是做技术，都是之前不断的计算机前面在电脑前面敲字。那我们三个人都是在谷歌分别做了很多年的技术，我做了8年，中间这个 David 做了8年，然后 Ben 做了10年。我们经常说我们加起来有26年的谷歌经验，然后也招了一大堆这个技术的人员跟我们一起扛，整整扛了1年多。这个从一开始的时候只有5个人，在一个小小的办公室，都不是个办公室，是别人的办公室的一个角落，扛到今天50个人已经坐不下了，我们接下来要搬这个办公室。这里说句实话，这个系统所有的贡献所有的东西都要感谢我们的所有的员工，所以在这希望我们给我们的感谢。好，那接下来要讲一个很重要的话题了，刚才不小心泄露了，所有发挥都要讲啊，什么时候开始卖，在哪边，在哪边买到啊。
那我们现在呢已经上了京东众筹啊，在京东众筹上面我们是做了一个挺好玩的，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我们是希望大家买这个产品以后可以带着这个产品去旅游啊，做了一个这样的主题。因为我们相信带着这个东西去旅游，你真的可以不需要带你的笔记本。那过完这个京东众筹以后呢，我们会在二月九号的时候，在我们自己的官网还有京东的网站上面开始开卖。然后昨天在做的 PPT 的时候，不小心发现，哎，我们两个网站，哎，挺有缘的，哈哈哈哈哈。今天没想到，那价格呢？我们定位其实挺简单，我们觉得我们这个东西不是个平板，我们想要卖的是笔记本的价格。16G 版本2288，然后64G 的版本呢是2688。那说到这儿呢，有个挺尴尬的话题的，就是所有做硬件的公司啊，都面临不了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就是我有点不敢啊，就是硬件都得烧很多钱啊，对吗？那我们这项目其实也烧了不少钱。那我们从哪来的钱呢？我们烧到今天终于融到我们的 A 轮公司了，我很高兴的在宣布我们还融到个过亿人民币规模的一个 A 轮。那这笔钱能让我们走到更远的未来。好，那基本上呢这个发布会就到了最后一个部分。那这个部分呢是一个我个人的故事啊，可能大家觉得这个好像跟我们项目没什么关系。这个家伙叫 Elon Musk， 马斯克，所谓的钢铁侠。大家知道这个人，基本上我觉得绝大部分，因为他做的公司叫什么？啊，特斯拉，对吗？特斯拉这个公司很多人都知道，不管你喜不喜欢，对吧？可能都听过。讲这故事呢，跟我个人有关系，是一个我个人亲自经历的，故事。在10多年前，2002年的某个下午，某个中午，我当时还在美国谷歌硅谷的总部工作。然后呢，我正准备要去吃顿饭，然后这个时候听到我们老板 Larry Page 说，我今天带了个朋友来吃饭，然后呢，这个朋友吃完饭要给个演讲，大家给个面子过来听听。那当时这个演讲的人就是 Elon Musk。当时还没过30岁，那我们几个人听到说这个事情呢，就说好吧，你讲什么？他说他想讲如何做更好的国家。那一听到这个话题呢，本来还有上百人，啪一下子就剩20个人。这20个人呢，包括我，因为我刚好还没吃饭，我想好吧，我打个饭，边吃饭边听你讲。说实话，当时2002年 Elon Musk 没有人知道他的所以他刚从 PayPal 出来卖了公司，还没做很多伟大的事情，所以我们当时去听呢也没什么感觉，就是一疯子或者傻瓜，可能疯子可能傻瓜，就不断的讲火箭怎么做的不好，火箭怎么样能做得更好，然后各种各样的东西。关键是这家伙还不是这个做工程出身啊，是读物理的，所以他讲了很多东西，到今天我基本上全忘了。但是他整个演讲里面，他的双眼发光。他讲了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到今天我还记得。他说做这种东西，无非就是希望让平民百姓有一天都能做。那么当时我听到这个，我记得吃饭，我说你傻了。结果在10年以后的2012年 ，Elon Musk 做的这家公司叫 SpaceX。是人类第一家的私人的公司，成功的做了一个火箭以后，其实是太空船的，直接把它送到外太空去，而且跟美国的太空站是直接对接，这个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家私人的公司做的事。那这个事情很伟大，对吗？而且做了10年。于是我后来才知道，这个家伙中间觉得事情太难了，做了个更简单的事情，就是今天特斯拉想把电动汽车去代替这个燃料汽车、燃油汽车。那带着这个故事呢，其实我想讲述我们今天的其实一个也是很简单的一个梦想，
我们觉得接下来安卓这个操作系统有可能引领 PC 进入一个开放的平台，所以接下来我们希望在座的每个公司、每个个人、所有的人能跟我们一起去见证，一起去走出这个未来。谢谢大家。那最后送给大家一个东西，就是我们为了今天的这个发布会呢，做了一款鸡尾酒。然后这个鸡尾酒呢有两款，一个是带酒精的，一个是不带酒精的。稍后大家体验区边体验，可以边尝试我们的鸡尾酒。谢谢大家。好，谢谢。好，接下来邀请我们的员工上台跟我们一起合个影吧。来，谢谢。